降息三码，你该卖00919、00929、00940去改买美债的 ETF 吗？如果你不想加入这个 ETF 自救会的话，你该买美债，因为美债自救会的老大中国跟日本会帮你讨债，美债 ETF 就要起死回生了，赶快看下去。欢迎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， 嘿哈！哇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 Coco。大家好，我是代班主持人凯凯，林玉凯、杰伦，帅哦，帅！来，今天投资必修课，好，今年要降息三码。哎呀，你该卖00919、00929、00940去改买美债的 ETF 吗？买啊啊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问一下老师咯。好啊，好，先请教三位来宾。第一位林汉威老师。大家好齁，那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啦、啊。如果你不想加入这个 ETF 自救会的话，你该买美债，因为美债自救会的老大是谁？中国跟日本会帮你讨债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哦，中国日本帮我讨债哦，挑谁的后台比较硬就对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、欸，啊，不用看了，讲完答案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是这样吗？没有啦，看一下老师怎么说。我们来看一下汉伟老师的 Lite 小老鼠 PS 1688，记得加起来。那或者是呢，把我们的手机拿直的，点击我们影片标题，噔噔，老师的三位老师的 Lite 就出现喽。是，好，第二位来宾是背影常常跟我都会被人家认错的居鼎老师。哈啊！我跟你常常认错，常常我们背影太相似了嘛。哦、真的、欸，我上次跑山铁看到你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哎、欸、哎呀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对，哎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到底要买00919、00929还是美债？其实常常搞得投资人一定非常慌。我告诉大家，今天的节目答案一定非常简单，就是各买一半。哦，有这样有这么简单吗？有这么粗浅吗？你把我们第三位来宾放在哪里了？对啊，我们就看他怎么讲，好不好？好，会不会颠覆我们的想法呢？对对，会不会颠覆我们的想法？嗯、是是的。好，好，这是静静老师的 Lite， 然后刚刚的方式也可以直接加入老师的 Lite 咯。好的。哎、欸，说到杰伦，你会唱周杰伦的歌吗？会啊，来一首，来一首。你说把爱渐渐放下，回头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你走过的时间？你怎么今天有鼻音啊？周杰伦，真的有鼻音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，对啊，没办哦。好、那我们直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者陈维泰老师。陈维泰老师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美债 ETF 就要起死回生了，赶快看下去哦！哇，好，精彩了，精彩了！来，凯哥的 Lite 也在这边，一样点击我们标题，也可以直接加入老师的连结喽。噔噔，到底老师请。好、哦，这么突然啊！有人下达通令要录快一点。是，来来来，这三档最近大家买的很凶，那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三档 ETF 卖掉，跑去买美债呢？维泰兄，这三档 ETF 哦，不仅最近大家买得很凶啊，是嘴炮也很凶啊，对不对？谁是嘴炮王？谁是嘴炮？谁嘴炮王？谁嘴炮王？哎，不知道，一半就对了，一半。好，为什么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说啊，这个美债 ETF 啊要起死回生了？主要就是因为最近一次联准会3月20号的一个会议啊，这个鲍尔啊，他开始怎么样？唱歌了，唱歌了，哎呀！而且唱的歌跟玉凯老师唱的一样好听啊！哎呀，真的、啊，真的，他有这个优势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是被福利社耽误的那个联准会主席。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分析师跟歌手之间，我就选了一个方向，就实在选错了。我就来当了分析师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你平常在当分析师还是会唱歌啊？还是会唱歌吗？双赢。对，不要浪费嘛。对。好，我们赶快回到节目的内容。好，那么鲍尔这次啊，3月20号的一个谈话跟上一次的会议到底有什么差别？简单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首先在劳动市场的部分呢，在上一次会议当中，鲍尔提到目前的劳动力啊，仍然是属于供不应求的情况。嗯。可是呢，在这一次的联准会的会议当中，他特别提到，他认为接下来失业率会上升哦，啊、会上升，是哦，也就是说，在整个劳动市场的一个情况是恶化的，是恶化的。好，再来，
那么针对通膨的事情呢，在上次会议当中他提到齁，对通膨持续向 2% 的目标迈进很有信心，那现在不适合降息。可是在这一次他特别提到，今年上半年齁，看到通膨略有上升是正常的啦。嗯，有点在为上一次的一个谈话去做消毒的味道。有有有。第三个，关于升息的一个或者降息的一个这个政策啊，上次提到，今年降息啊应该是合适的。嗯，那今年啊，在最近这一次啊，他也是提到今年降息是合适的，甚至他还不小心好像是说溜嘴了，说今年降息应该要降几次？要降三次？该不会是三次吧？三次，对，上三次。好，那是说溜嘴吗？我赶快看一下下面这个。好，联准会官员的点阵图。OK， 好。那么在2023年12月份呢，当时啊，大家对于这个接下来三年的年底的这个利率的预期啊，是在2024年的年底利率是 4.5 到 4.75， 那当时是预估要降三码。是。可是这一次呢也是一样 ,4.5 到 4.75 也是降三码。OK， 这在今年底的一个预估哦。那么2025年呢也是一样 ,3.5 到 3.75 是降四码。是。但是呢这次说到它是要降三码。OK， 2026年呢也是同样是降三码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次啊，大家对于就是在今年的一个降息的一个情况啊，看起来的大家的预期或者是认为它可实现的一个几率大大增加。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右边的部分。OK， 那虽然说鲍尔已经明确或者是暗示明示说今年可能要去进行降息了，但是呢还是有两派的一个专家分别持不一样的看法。好，首先在降息这一派呢，认为说，美国的经济啊将会软着陆，那么通膨也会下降，所以呢势必会降息。嗯 ，OK。另外来讲，就是前阵子观察到了，就是商办市场违约上升，再不降息啊，可能会引发什么金融风暴？哇，听起来就好可怕。有可能哦，好可怕。OK， 好，再来另外一派维持高利率的这一本呢，就说了，目前经济数据是良好的，联准会没有必要进行降息。而且呢，目前全球的经济啊足以支撑高利率，那么降息可能导致通膨再起。可是对于这两件事情呢，刚刚鲍尔有特别提到，第一个，劳动市场出现恶化现象，再来就是呢，他可以接受这个通膨啊微幅的作为一个上升，所以大家会预期说，接下来其实鲍尔他就应该要准备去进行降息了。好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LT 的走势。好，在这个美债 TLT 的一个部分呢，最近它的一个价格也是出现了触底之后的一个反弹。是。代表说大家对于未来的降息的一个预期啊，事实上呢是越来越高了。好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。那么为什么降息大家会这么样的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呢？因为呢按照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，我们看到这次是1998年以来这个联邦的基准利率跟 S&P500 走势的一个比较。那这上面呢有两条线。红色的线呢是美国 S&P500 的一个指数。那么蓝色的线是美国的基准利率的一个走势图。好，我们发现到在过去，在第一次是2000年到2003年，当时这个联准会的一个利率啊原本是在高档维持一段时间之后，然后突然出现快速的一个降息。是。而这个时候呢，降息的过程当中 ,S&P500 的指数也呈现了一个走跌的一个走势。哇塞。OK, 好。而且呢这一次啊 ,S&P500 啊总共啊波段跌幅高达 33.6%。这跌幅应该算很重吧。很重哦 ,33%, 非常重。非常重哦 ,OK。那么再来第二次是2006年。到2008年这个时间呢，也是一样，联准会呢先维持一段利率的一个高水位，是，后来呢再出现急速的一个降息，这时候呢 S&P500 也下跌，下跌的幅度比刚刚更重，跌了 34.2%、多了 1%。 对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本来降息不是应该要对股票市场好呢？对，对不对？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啊过去25年的回测，联准会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之后，因为企业的借贷成本往上做垫高，是，那么冲击的景气导致经济衰退，这时候呢一个降息反而来不及了，所以现在大家都提出一个看法，就是希望联准会能够什么预防性降息，
不要等到经济真正出现衰退的时候才去做降息的动作。是是是。是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去加码美债会越摊越平吗？跟大家去做一个沙盘推演。好。OK, 好。如果说接下来呢经济的数据是很好的，那么又维持高利率的话，很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企业的借贷成本增加，甚至呢有些企业出现倒闭。OK, 那这时候呢可能经济会陷入衰退，这时候联准会快速降息救市，可是这个时候可能来不及了。股市会先跌。对，股市会下跌，然后债券是涨。是。但是如果说经济数据是普通，那么维持先前点阵图的降息规划的话，也就是说经济会是形成一个软着陆的一个情况，联准会呢缓慢降息，那这时候呢不仅仅是债券市场会涨，股票市场也会涨，皆大欢喜啊。对，所以现在大家比较希望是后面这个，就是呢经济软着陆，联准会缓慢降息，然后呢股市涨，债券也涨。好，那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无论如何买美债就对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回测数据是怎么样。好。Okay, 好，我们再比较一下，就是在过去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最夯的债券跟最夯的高息 ETF, 它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它们的表现是如何。如果说从规模来看啊，这个国泰20年美债 ETF 00687B, 还有呢 00919, 是。还有呢旁边是00929跟00940。他们现阶段呢这四档 ETF, 基本上他们的规模是伯仲之间。都1000多亿嘛，都差不多。都是1000多亿。OK, 好。那但是呢他们的成分股就不一样。这个 00687B 呢它最主要成分股是美国的政府公债。那么其他三档呢都是属于就是高股息 ETF 的一个成分股。OK。那么其次呢就是他们的配息的比率呢 ,00687B, 它是属于季配。919也是季配，那后面两个呢 ,929 跟940都是属于月配的一个情况。好，但是从今年以来的韩息总报酬就分出胜负。哦。今年以来韩息总报酬最好的是呢是00919，总共是上涨了 16.9%。哇。啊，其次就是00929 ,11.8%。OK。但是如果说就年化来看的话呢，也是 0.99, 目前看起来是比较高的哦。是。它是有 10.3%, 它其实是 0., 那其实是 0.929, 它的 7.6%, OK。但是呢美债相关的 ETF 却只有 4.3%, 因为它是债券嘛。对。它债券。好。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还是会特别去关注就是美债相关 ETF 呢？我们赶快看一下。因为根据福利社的回测啊，就是在这个过去啊这个所谓0056、哦、或者其他的这个所谓高股息 ETF, 它在跟这个所谓债券型 ETF, 包括像 TLT, 他们去做比较时，我们发现到其实啊他们在过去的回测记录上来讲，我们发现到在这个 TLT 的一个报酬率啊其实是远远是优于什么，优于这个0056的。哦。好、哦、不管是我们从最后一次升息到开始降息，然后在最后降息完成，它总共呢它的报酬率是高达 31.84%。是。OK, 那我们看第二个。第二个就是在2018年那一次啊一样啊，我们看到降息的一个时候啊是分成三阶段。那么在一开始就是从最后一次升息到开始降息这个维持利率期间呢，实际上0056是 13.72。然后呢这个美债的这个 TLT 啊是 12.37、OK。可是等到它开始降息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美债 ETF 的报酬率就开始怎样，开始拉升哦，拉高了到 28.13%。哇。OK, 好。那么直到就是它接下来就是不再降息了，这时候呢 ,0056 才开始做后追的动作。是。好、哦、到那时候呢就是来到 47.04% 的一个报酬率。可是那个时候呢 ,TLT 报酬率就反而出现什么由涨转跌的情况。哦。这是过去这两次降息循环当中啊，这个高股息 ETF 跟这个美债 ETF 他们的一个报酬率的比较。是，我懂了，所以是基准点的问题。嗯、是的。对，到底现在是处于升息降息还是什么怎么样的期间，决定于你要买什么样的商品。对。好。那我们从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，现阶段大家在期待的是什么，联准会即将要启动第一次的降息。是。换句话说就比较像是在一个阶段，在这个阶段最后一次升息到开始降息这个阶段。哦、这时候呢买0056
或者 TLT 好像都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可是等到启动降息的时候，就发现到哇 ，TLT 就怎样，整个都海放0.56报酬率。哦啊、没错没错。嗯 ，OK。哦，好好好，非常精彩。好，那现在0.687B 呢，就是国泰二十年美债，它的一个股价的状况是如何呢？我们现在看一下哈。那么在2023年7月26号美国最后一次升息的时候，它的价格是在这个地方，大概是在33块钱左右。OK， 那么在去年底，因为大家高度预期联准会进行这个降息，所以呢当时呢就因为预期心理，那个所谓债券的价格就往上去做个走高，但是呢没有突破33块钱。是。但是回档到现在来讲，大家又开始关注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很可能哦，在这个今年六月份就要启动降息的话，那如果说前一次的预期能够让它涨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一次真正发生降息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应该要涨到这样啊，差不多啊，哦，至少要这样子，有可能，有可能哈、哦哦。所以呢，在现在呢，这个债券 ETF 呢还没有正式起涨之前呢，大家会可以去特别去关注一下，就是哎，什么时候可以去进场买进哦。好，那个老师，我们龟轮美有个问题，龟轮美为什么是龟轮美啊？因为我比较慢才发问，叫做龟轮美，乌龟的龟，自己找台阶下。老师，我想问啊，如果说第一次他宣布降息之后，我如果手中有高股息 ETF 的话，我是这个时间点把它卖掉吗？嗯，好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哦，因为其实现在啊，大多数的这个投资人，他手上可能同时有高股息 ETF， 嗯，也有所谓的债券型的 ETF。可是呢，现在债券型 ETF 很可能就像刚刚这个哦 ,00687B, 它可能是呈现这个小幅度的一个套牢。OK, 那如果说站在我的这个刚刚从这个回测的一个所谓数据来看的话，是，我认为其实可以部分的去做减码所谓高股息 ETF, 然后把资金呢转到这个所谓美债相关 ETF。哦，部分去做转换，对，难道就是我们刚刚第一位来宾说的一半一半吗？哎，哎，五十五十吗？还是70-30？恭喜我猜对啦！哇！哦，是，所以说这个时间点确实在这个高股息 ETF 是可以来做一些部分的转换，因为其实以回测的结果来看的话，等到真正开始降息，那个美债的报酬才是正要精彩的时候。对对 ，OK OK， 好，我们直接来看结论啦。好。结论就是，如果联准会呢不降息，那么一般来讲啊，这个0.56它的报酬率啊是优于美国公债 ETF。OK， 好。那么如果说我们预期接下来呢经济是呈现软着陆的，联准会呢会缓慢降息的话，这刚刚我们从这个所谓的沙盘推演可以看到，就是股债怎么样，股债同涨。那这时候呢 ,0.56 呢或许也会比这个美国公债 ETF 表现仍然较好，但是我刚刚有看到，就是其实他们相差不多，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多。可是我说接下来的，联准会呢快速降息，很可能就会引发什么？美国公债的 ETF 的报酬率远远胜过于高股息的一个 ETF。是 OK， 所以如果接下来联准会呢要下半年启动降息，或者是现在大家说六月份要启动降息的话，要去特别留意就是联准会的它降息的一个原因跟速度。如果说是缓降息的话，就很可能就是股市啦、债市啊都会上涨。嗯、所以现阶段呢，建议有就是把部分的一个资金哦去布局到所谓的美国的公债的 ETF， 比如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0.687B 啊，或者其他的美国的公债 ETF， 我觉得现在去布局应该是蛮适合的。好的，那我们来问一下居鼎老师，除了一半一半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？其实我个人是比较不建议现在买太大量的债券型 ETF， 不管是债券，因为其实我认为现在买股票是比较好的时机。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买股票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以我们目前来看啊，联准会要降息的话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通膨。目前看起来通膨是还是有点疑虑的，原油价格还在向上涨，台湾电价也在涨了。嗯，各方面黄豆、玉米、小麦都在涨，所以我认为降息的幅度以今年来看是不会太大的。那如果降息的幅度不会太大的话，我认为债券它上涨的幅度会有限。那其实债券跟股票是同一道资金，我们会这样想，到底要买债还是买股，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想。那如果你想想投资人他想到看到股票一直涨一直涨，你手上有债券都每丁每档，这时候你会想做什么事情？就想要卖掉债券，对，去买股票，那就会加剧股票上涨的速度。除非今年的降息幅度能超越预期，比如说他讲的是3次嘛，如果是4次、6码、8码、10码，
或者归到零。那我觉得这时候就有机会，就是在短线里头，就是债券大幅度的上涨。好，那我的结论，其实我认为啊，短线来看债券是震荡，但长期来看，我认为它迟早还是要降的。所以如果你要投资债券的话，请你记住，你是长期投资人，你是长期的，你要放很久，好不好？你是以债息为主，你不是赚利差的。你用这样的就是想法去投资债券的话，我认为是比较好。如果你是想赚价差的话，我建议你直接把债券全部换掉，换成股票，答案就对了。好，就是看你自己的投资属性，你想要刺激一点，还是买股票比较适合。应该也不是这样说，因为今年来说啦，以今年来说，我看起来它是震荡的几率比较高。以最近的债券型 ETF 在上涨，应该是跟台币的贬值是比较有关系的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认为就看大家的选择了。好的，对，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汉伟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对，我看法比较不一样啊。我们不讲什么总金，不讲要不要升降息，我们就讲吃豆腐好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哦，最近你会翻到高股息有没有豆腐可以吃？我觉得其实没有了嘛。你发了这么多之后，其实资金都卡在里面了。那再来讲公司债的 ETF 有没有豆腐可以吃？其实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，美国的公司在第一季疯狂的发债，而且发债的债息都比平均的债息还更低，代表说大家都想要买公司债嘛，所以美国公司也在吃你的豆腐，所以我觉得公司债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那美国公债有没有豆腐可以吃？我觉得是有的，因为美国公债没有人要买啊，所以它的利息拉得比较高，所以我觉得以吃豆腐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觉得现阶段其实你可以把高股息的公债、高股息的这个 ETF。公司债 ETF 慢慢转一些到这个所谓的美国公债上面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那个豆腐的水分应该比较多一些。我觉得看完这一集啊，那个观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 confused？ 到底要怎样？到底要怎样？一边讲哦，全部换股票，一边哦。那个债券比较好，对，这就是我们节目精彩的地方，各种不同的声音都有啊，就是人气我取人取我语嘛，也是一种这个看法。我觉得没有对错啦，对，没有所谓的对错。那么也非常谢谢韦泰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的，好，自己选自己适合啦。是的，选择你所爱，爱你所选择，安妮都丢啊啦。丢啊！好，更重要的是呢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记得抖内抖内哦。老师，你唱的歌都可以抖内好多钱哦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用刘德华的声音去唱周杰伦，我相信这一集一定抖内超多人的。哎呦，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今年已经抖内非常多人，直接抖爆他，抖爆他。对对，我自己去抖，抖下去，好，抖下去了。来，好，更重要的是呢，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上线，一三五解牌影片，二十教学影片，最后还是口号：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， 哇！大吉大利多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！财神爷我都亲自降临了，是不是？玉凯老师唱歌，然后歌神，买只鱼，买只跳，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股市福利社，提前告诉你。下最低，谁又该要再卖毛病？开始抢答，疯狂股市福利社，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。OK， 想要更好的生活，该如何财富自由？谁能快点告诉我？原地踏步，又让机会错过，怎么打呼？感觉好像盯着我，最高杀低的经验真的痛。培养纪律，掌握趋势 ，My don't all I know， 看空春夏秋冬，都有我陪在你左右。买就喷，买就套，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股市福利社，提前告诉你。最最高，杀最低，谁又该调整坏毛病？疯狂股市福利社，买财富 free free free。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。